哎，你好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在那儿，第四个位置。哎，谢谢。张经理，张经理。哎，白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们刚做出来的一些宣传方案，又是明月山的事儿。我把这场名片念给刘一下吧。啊，这是公司的总经理刘青莲，刘青，你看。 明月山旅游了解一下，您看看，有玫瑰谷，有温泉。大姐，您看看这，是我们明月山的，有事您给我打电话，麻烦您了解一下啊。我们明月山服务公司的，这名片给您，你要是给我们打电话啊。哎，明月山旅游了解一下。哎，对，您再留张名片啊。二位家没计划在咱们的景区，东大门的话，在咱们的多山大道上。这二位现在就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有些。刘馆长，啊，您请便。您不多了，如果购买，您看了我这边的绿化都非常好，后面有配套设施呢，打扰您一下。我是这个明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，这是我们经理的这个名片，麻烦您说以后有什么工程的话，您可以找我们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保证工期，保证质量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需求，您要不上别处去看一下。
哎，你好。您们是民间公司吗？我是出国公指挥部，我们这儿有急活儿，是往山上请石料，你们能接吗？哎，那个，我这屋里信号不太好，您稍等啊，您稍等。对。哎。哎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我是芈月山尊白喇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活儿肯定接啊，必须接。我现在马上组织人到工地上去。哎，感谢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白书记，哎，你，郑川英。啊，我知道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投奔你们白书记啊。投奔我？嗯。你这脚好了吗？好了，咱这芈月山还真是有神医。那沈爷爷就给我按摩了两下，又给我服了他自己熬制的那个草药，这不，现在一点都不疼了。哎，咱们屋里说话吧。嗯，就是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嗯，哪有把客人堵外面的天了？哎，到我这儿来报道，我这儿有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刚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吗？我可是建筑工程系毕业的。哎，我们那儿就刚刚挂上了个牌子，还是个空壳呢，八字为一撇呢。那正好，我就来当那一撇，你再找那一捺去。你，我可是有专业知识的人，除非你们公司不想往大了发展。指导员，哎，那劳动服务公司和咱们这党支部做的红旗都做完了，放在那个玫瑰谷的小楼里。哎，我正要跟你们俩说呢，哎。刚刚接了个大活，哟，可得好好珍惜，好好干啊！马上召集队伍，明天就出发。好，插起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。白书记，您不会小气到不肯给碗饭吃吧？你真想加入我们？当然了，正好我也想锻炼锻炼，考验一下自己。即将出发，先收大将啊！秦岭，秦岭，来来来来，你是个福将，你看还没出发呢。第一个兵不请自来了。我介绍一下，郑川英学建筑的，万军刘秦岭啊，这秦岭是我们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总经理。刘经理，郑川英向你报道。怎么，面试不合格啊？把我整懵了，这上哪出啊？他能干啥呀？我能干啥？上了阵你就知道。白书记，那我现在就把行李拿到玫瑰谷小楼去。我先提醒你啊，玫瑰谷晚上可就你一个人，你可别害怕。这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在学校啊，那可是出了名的正大胆。那吃饭咋弄？我自己做啊，想吃啥吃啥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现在任命郑川英同志为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工程师，正工。正工，这顶帽子不错，我喜欢。那走吧，正工。来，去吧。嗯。这个楼里还没通电呢啊，要有啥急事就打个电话。嗯。你真是一个女孩家非得往这儿住，哎呀。
嗯，麻烦。哎，郑，哎，郑工啊，就这里面。 姑娘，看着你面生啊，哪儿来的？我就这村里的。村里？嗯，这村里，我在这村待了半辈子了，这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的，没有我不认识的。你要说是这村的，那你就是在骗我。大姐，我是刚应聘到咱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。啊？我是听说村里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，但是都是男人的活啊，你这俊姑娘能干啥呀？ 我是劳动服务公司的工程师，劳动服务公司还有工程师？嗯，我可没听过。真的，我这不正想来你这儿买点生活用品。哟，那你就是我的顾客了。那你挑吧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，你自己看，好，自己拿啊。好。哎，姑娘，你是哪人呀？啊，我是湖南的。哎呦，你看你长这气质哈，这说你从国外回来的都有人信。 你说我们这大山沟子有啥好的呀？比如说是工程师啊，就是给个厂长、经理都没人来。嗨，我这不是刚毕业吗？想过来锻炼锻炼自己。是白书记把你招来的吧？嗯，我就说嘛，别人啊可没有这个魅力。魅力？不是，能力。农村人啊，瞎说不会词儿，别挑啊。<笑>这有什么挑的呀？ 我就是看咱芈月山成立劳动服务公司，我就过来应聘了。哎呀，那你算来对了。你可不知道我们这白书记啊，那是不得了，那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第一书记。自从白书记来了我们芈月山，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天一个样，太有能力了。那他还真是挺厉害的。那还用说？哎，你说那白书记哈？ 这是要能力有能力，要文化有文化，要地位有地位，是要啥有啥。哎，你说这所有优点都集中给他一个人了。<笑>大姐啊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那个是粉。哎，小小，林黛玉呢？什么林黛玉？我这有个修报差。这不会就是那个林黛玉吧？哎，瞎说什么呀？你这风风火火的，你说你。 这是咱芈月山新招来的工程师，姑娘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郑川英。啊，你好，我叫刘小小。哎，你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小也是白书记的人。什么叫也是白书记的人？就是说白书记就是一棵梧桐树，然后就把你们这些俊凤凰全给招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在芈月山待了半辈子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。那是。 川英姐，长真有气质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呀，这美女如云呐！话说来了，哎，帮忙。你什么时候的？闻什么味儿？你做好吃的了？滚蛋！这边晚上我……哎呀，想花露水。我说的美女如云，包括你。别整用不着的啊，卖货呢。 出去！我这买东西，买东西没先来后到啊！出去！我这买包烟，啥先来后到？你这老霍叔，哎，知道什么叫卤水点豆腐吧？哎呀，你这丫头净瞎说实话。那行了，行，行，你们先买，我一会儿再来啊。这买包烟还先来后到？哎呀，小心啊！嗯。 小小，嗯，你怎么叫那老板娘一会儿胡姨一会儿二姨的？老板娘叫胡云霞，外号二先生。有时候我管她叫胡姨，有时候叫二姨，反正她也没关系。她的女儿呢叫丽丹，是市卫校毕业的。
现在是村卫生室的医生，因为跟这儿的马志刚搞对象，不愿意回城里了。但是二先生都不同意啊，所以这俩人现在还是地下工作者。那刚才进来买烟的那个男人呢？他叫刘慧儿，现在正在追二先生呢。追？他们都多大年龄了？年龄怎么了？夕阳无限好，不知道啊？对对对。正哥，哎，刘哥，哎，给你拿床被子啊，嗯，都是新的，新的呀，对，那我给你钱吧，快去去去，这边蚊虫多，还给你拿了杀虫剂、花露水，还有这个蚊香，谢了，刘哥，哎，统一一下称呼吧，以后我们都管你叫情侣哥，叫啥也行的，哎，正哥，哎，我还是觉得。你个人住这儿，我们不太放心。啊，没事儿，我真不害怕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小巧，哎，你们两个又都是从城里来的，要不就直接搭一个行军床，然后你就搬过来。不用，秦岭哥，我真的不害怕。我看行，这样我们俩还能做个伴。哎呀，真的不用。你看我平时自己一个人考察，我住外面习惯了。你看小巧这过来，我还得照顾他，是不是？行，别添乱啊！两个人有个照应，你就让小巧。秦岭哥，你快走吧。没关系。哎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，你别管了，别管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谢谢啊，秦岭哥。来，小巧，帮我铺一下。来，帮你铺床。工程大概就这样，啊，这两天连天阴雨，但是工期一天都没有拖，好，去吧。啊，进。你好，请问是庄总吗？啊。你好，我们是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。啊，我叫刘秦岭，是服务公司的经理，这位是郑川英，郑工程师。庄总您好。你好。那个白书记啊，在县里有事儿，但是他托我们一定转达，说您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是对我们的信任，啊，非常感谢你。感激就不必了。你们白书记上次来啊，是非常诚恳的。我知道，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公司，急需要有活干。可是，正是因为刚刚成立的公司，我们没有合作过，这心里也没底儿啊。我们研究了几次，还是炸着胆子，把这个活交给你们。您放心，任务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。对，那行，那咱明人不说暗话。这个工程呢，原来是包给正在修这个路段的施工队的，可是他们狮子大开口，要50万，而且一直不松口。可是我们的工期等不得呀，我们的预算也只有30万，就是要把4000吨的石板呢背到山上去，而且没路啊，哈。你们再考虑一下，这一呢是时间紧，工期必须在1个月内完成；这二呢是任务重，需要人力背运，劳动强度呢比较大；这三呢是条件比较艰苦，你们需要自己开火，而且住的条件比较差；这四呢就是工程款，要等了完工之后，验收合格，一次结清。情况就是这样，这活我们接了。真是爽快人啊，一看军人出身吧。啊，是，谢谢庄总啊，谢谢庄总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好，这次楚湖公路搬运石料这个活很重，所以我亲自带队去干1个月。那村里这儿的事儿呢，您二位多费心。啊，不，你要亲自去啊？嗯。哎呦，那怎么成啊？您是第一书记，咱不说甩不离位吧。但是那都是力气活，你去了也不合适啊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咱们村在外面打工那些小伙子不都给召集回来了吗？村里没别的活啊，你没有收入拿什么拢人心呢？这不正是咱们成立这个劳动服务公司的目的吗？对，好不容易揽下这么大个活，30万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这是咱们村第一桶金，必须得给他挣下来。嗯，再说了，那好活也轮不到咱们头上来啊。肯定会很艰苦，哎呀，会出现很多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情来。哎，之前有一个包工头，本来这活是他的，还要来找麻烦呢。你说我要不去，能镇得住他们？我同意白书记亲自带队。最近啊，我这个腿病又犯了，要不然我也想去，
干别的不行，做做饭总可以吧？这腿真是不争气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够了，家里也很重要。这次能去几个人呢？加上郑川英是25个人。郑川英，就是之前要应聘咱们劳动服务公司那个女大学生。一个女同志去，你说安全吗？我也这么想来着，但是她态度非常坚决，让她去吧，就任命她为工程师，这样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也好商量吧。咱们去的是第一书记嘛，老话说得好，出门小三辈儿，那咱也不能让他们小瞧咱，应该叫秘书。哼，这叫什么秘书？他才刚毕业，就做做饭也比较合适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以后我说话呀，你要不爱听，就把耳朵堵上。真是的呀，这腿不是刚坏了吗？右腿。哎，这就到了啊！哎，咱们那个跟紧点儿。好嘞，好啊。终于到了啊！到了啊！钉子扎着脚啊！小心啊！小心！大伙儿也看见了啊！哎呀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了，啊，同志们，咱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！好，好，各自收拾，开始！好嘞，这就我站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文军，哎，咱先把这床给抬过来。好嘞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好，哎，小心啊！翻过来。往这边提绳，有些绳子。这绳子要留意啊，回头晾衣服似的。好，这绳子。一个废人，要不然我怎么也得跟白书记到工地去。别说你了，我都想去呢。我琢磨着，你说那小丫头那么年轻啊，她会做饭吗？能照顾好那帮人吗？说的也是。哎，要不你给我烙几张饼，这几天我在家自己吃，你去工地啊给他们搭把手。你这两天了，这烧都没退下来的，我哪能走得开呀？没有，来来来，我吃了药就好，你给我。好什么好？来来来来，我听话了，我给你擦擦背。能照顾。哎哎呀，别着急啊，你这高烧不退的话，把人都烧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待会儿。哎，哎呀，云霞，来都来了，你走什么呀？你看，郭大哥，好点了没呀？好多了。啊，我听说大哥病了，我这不过来给拿点鸡蛋。正好丽丹说给郭叔送药，你那么客气的，快坐快坐，我放这儿啊。丽丹，你进来吧，啊，进来吧，坐坐坐，好好好。叔，那个这给您拿的药您先吃，要是不好我再给您换啊。谢谢谢谢，放这儿啊，给郭叔放这儿。丽丹妈，拿啥鸡蛋呢？我这小病小灾的，你这。郭大哥，你瞧你说的，那咱们一个村子住了，你病成这样，我还不该来看看你呀？
真是那么客气，家里啥都有，你有是你们的，这表达我的心意。好，你看看我，没给大家干啥事儿，倒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郭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，你是咱芈月山村的功臣。再说了，只有兰花照顾你，这病很快就好了，别着急，别上火。啥功臣？哎呀，你快劝劝他吧，这成天的瞎琢磨。哎，对，人刚才还说了啊，要去工地上呢，是吧？不行不行，那可不行，不行不行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工地啊，白书记他们走的时候比较匆忙，没带他们常用药，工地环境苦，怕有个头疼脑热的。丽丹，你给工地那儿送点药过去吧。哎呦，说您想的太周到了。那我这就回去准备点常用的药，我给他们送过去啊。行，好，快去吧。妈，你们聊哈，我先走了。姨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我一会儿回去啊。好。啊，郭大哥，这有一句话不是说吗？三分治，七分养。别着急，别上火，踏踏实实的，病好了，咱哪儿都能去了，知道吧？你这病啊，要是再不好的话，你都对不起我伺候你。听你们这一句话呀，我也得好了一半了。没问题，好好养，好好养。哎。你呀，尽快把咱们村党支部那面红旗插在这工地上边。你放心，工地插一根，那驻地房顶上一根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当过兵啊，带兵啊，带心，那才是集体，是吧？干！好，白书记，白书记，请领。菜都齐了，菜都齐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说两句啊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，这是咱们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以后的第一顿团圆饭啊，也是开工宴啊。今天这顿饭我请客。客气了，咱说的。后边的日子肯定很艰苦，是吧？你看咱这第一天，这干下来，大伙儿就都糟成这个样了啊。哎，但是咱们心里头干净，热乎，有奔头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哎，咱们这第一场战役，啊，必须打赢，要打出咱们芈月山人的精神，要打出咱们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品牌来。这第一桶金，我们一定要拿下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，白书记，咱们这跟农民工不是一样吗？哎，好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我告诉你，不一样。你看，多少在外面打工的农民兄弟啊，那他们是一己之力啊，物离相贵，人离相贱呀！啊，那多少农民兄弟在外头受欺负呀，拖欠着工资不给，挨打，受累，是不是？你们可不一样。你们是这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，这是一个集体，就像这筷子，一根筷子一撅就折，但是一捆筷子谁撅得动啊？谁敢撅？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来，干了这杯酒。干了。皇上，我有个小提议啊，志刚啊，我平时老听你哼哼那个，有段豫剧叫
我坚决要在农村干他100年。没错，你给大家唱一段，鼓鼓劲儿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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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说过，当脚干啥就干啥。绝不能挑肥拣瘦姜家钱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，想想历史比比咱有什么苦来爬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。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半。麦老师，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可以吗？好啊。今天是我爸去世的第一个月，我想给爸爸献上一束玫瑰花，你陪我去好吗？必须去，走。巧玲，老师来芈月山这么长时间了，还真是一直都没有见过你爸爸。爸爸出去打工了，我都很少见到他，所以我只能和爸爸在电话里聊天。我非常喜欢听爸爸讲故事，爸爸就托万晨叔叔给我寄来了一段录音，我高兴极了。可是那个故事快到结尾的时候就没有了，那也就成了爸爸给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。巧玲，你知道爸爸为什么送给你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吗？因为爸爸希望你每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都有一个心里期待的结尾，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，对吗？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了，工程队上马了，并且接到了第一单生意。可是瞧瞧吧，这是一单什么生意？脚上的炮自己走的，脚下的路也得靠这炮去踩。谁让咱底子薄，实力弱呢？肩膀蹭掉了一块皮，不能扛了，只好背。腰也扭了一下。疼啊，全身都疼，针扎火燎的疼啊。可是看看他们，谁不是伤痕累累，有一个轻松的吗？看着大伙儿的辛苦，我也更加坚定，未来要引进机械化，早日脱离这种人力劳作。
师傅你好。哎呦我去，工地上还有这么漂亮美女呢。我正做饭呢，这水怎么停了？你哪儿的？芈月山的。都说这芈月山出美女，此话不假啊。我问你，水为什么停了？修水泵呢？不会就我们一家的水泵坏了吧？还真就是你们一家。什么时候能修好？知不道啊，明年马月吧。您那水桶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想挑水啊？对。小可怜，这多让人心疼啊！别跟我说那没用的，借不借？要是别人，我是肯定拒绝的。但是美女你，我怎么好拒绝呢？妹妹，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你要是懂事儿啊，哥哥帮你挑呗。哥哥替你挑啊。你边去，别挡道。哎，别摔了。妹妹，你这手要是累坏了，哥哥我洗。心疼就把水闸给我打开！开开开开！但是妹妹，你得表示表示。你别不要脸！你信不信我给你尿缸里？你敢尿里边，我今天就剁了你！松开，松开！啊你！好，这耍流氓！怎么回事啊？白书记啊，我正洗菜呢，他把水给停了，还耍流氓，说要尿里边。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呀？你现在尿一个，试试。你敢脱裤子，我给你剁了。赶快把那水阀打开。我要不开呢？你不开？嘿，我过去。哎，过来！听见没有？哎，好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去，好，慢一点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白书记。没事了啊，咱们干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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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吃鸡，哎，弟兄们吃鸡，多吃点啊。白书记，今天啊得罪了，我来给您赔个不是。我那哥们呢，他有眼不识泰山，别说把脸打肿了，就是把鼻子打断了，那也是他活该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放他一马吧。关键是啊，他把我们的水给停了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凉馒头。你跟他说说啊，别让他再来捣蛋了。哎哎，是，您放心吧，我都交代好了啊。哎，来，大家伙吃鸡吃鸡吃鸡。哎，白书记，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求你。你说，那个明天呢，我有两个客人要招待一下，因为啊，他第一次来咱这，我想带他们逛逛风景，正赶上我的车又坏了，这不想跟白书记借借您的车用用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脸。行，没问题。万军，你把我那车钥匙给他吧。啊，没事，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尤其是那山路什么的，小心点啊。哎哎，好，安全第一。啊，好，来说这有量啊，谢了啊。大家伙吃鸡吃鸡，多吃点啊。咱们吃这个。哎呀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他们以后别来找麻烦就行了。来吃鸡吃鸡，吃他拿的鸡，看着挺好的。来来来，吃吃这鸡肉。亲爱的，我给你买这口红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怎么不开自己的车？哎呀，车坏了，大修呢。你一撅尾巴，我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儿。
就喜欢你这种聪明绝顶的女人啊。放心吧，我老公今天不在这块活动。哎呀，咱呢还是小心点好啊。到时候俺给上边要一块地盖个别墅啊，这不就开发了，可好啊，可带劲。也得捡起来。对。这是明月山姓贝的那个贝郎的厂，这个厂好我认识啊。村里那个姓白的书记啊。别说还挺会玩。哎，什么他就得吃腥。这样哈，我先陪着客户先回去，你在这等着。看看这个姓贝的跟那个女的到底是个什么关系。嗯啊，掏出你的手机拍点张照片，哎，别让人发现了啊。哎，放心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姓贝的你等着吧。玩得开心吗？走，上车。啊！哎呀，来吧，宝贝儿。啊，我刺激一点再。嗯。这找的是啥呀？这是啊，这没有一张是正脸啊，正面牌不就暴露了吗？你看，除了能看见他这个车牌好，其他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。我听江建国说，姓白的小子这两天去工地，还带了个女秘书，车是他的车，车上又伸出个女人的脚丫子，这还需要再说明什么吗？行吧，挑几张照片。哎，给江建国全都发过去。哎啊，哎，你别说哈，这个脚丫子还挺对嘞啊，不光白，还长呢，可长可好可带劲呢。行，赶紧给他发过去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贝郎啊贝郎，我把你转晕，哎。二姐啊，你说秦岭这次走，我也没给拿啥东西，那边条件咋样啊？你说，哎呀，别提了，咱丽丹不是每天去给送药吗？回来说了，那工地才苦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就那大石板，就一天往山上背，又几十趟啊，那一个个造的跟小鬼似的。就这俩钱儿，真不容易挣的。哎。我怎么听说这还来了个女的呀？啥？咱村还有女的背石板呀？哎呀，啥呀？人那是白书记招的工程师。工程师还干这活呀？咦，那小人长得才好看呢。哎，跟电影明星似的，可漂亮了。那更不能干这活了。人家呀是干这个活的。哎呦，这是谁家中间门子没挡严呢？啊，把你给露出来了。哎，我们刚才说什么呢？接着说。说什么还告诉你啊？不是你们告诉我，现在是我告诉你们。就你，你得了吧，
你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呀？我不用说，我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春宫图。你回家看去吧。哎，这啥叫春宫图呀？别理他，他就是没有什么好图可看。我损，我让你们看看究竟是谁损。哎，拿来，我看，我不胖。嗯。这不就是一脚丫子吗？有什么可看的呀？脚丫子，你看看，那是男人的脚丫子还是女人的脚丫子？切，那边去！你再看看那个车，那是谁的车？谁的？白朗书记，白朗的车。那个涂着红指甲盖的脚丫子是个女人的脚丫子。你们刚才说谁来着？自己想去吧。你咋的那么肯定这就是白书记的车呀？我敢拿脑袋担保，这就是白朗的车。那咋的？你这意思，这女的派来就是干这事儿的？你们自己想呗。脚踩泥泞，手捧真心，你向远方的群起，来到了这小山村，爱家爱护传门。一条板凳，你情浓一个深，东家苏暖，徐家结婚，为搬走那一个聘字，你忽然心前感激，第一书记乡亲往前奔，彻底拔掉群根，你出招那么准，愿我小康梦想。